重生的应许，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。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荣耀全都归于你。我等候主，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，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。我等候主，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我全心全意敬拜你。欢迎大家来到了奶茶的诗歌教学时间。今天奶茶要介绍这一首诗歌呢，也是赞美之泉的《丰盛的应许》。这首诗歌呢，奶茶非常非常的喜欢，它非常的生活化，非常的能够让我们去感受到主与我们同在的感觉哦。所以呢，这首诗歌奶茶要介绍的是，如何一拍按一下跟分散做混搭。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呢，可能他从到尾都一直一拍一下，那什么时候，然后他会告诉奶茶说，他不会弹穿插音。那我们可以在那个每就有一些空档的地方，要弹一些穿插音的地方，我们今天来把它做一个是用分散的方式来，我们试试看哦。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，好，刚刚奶茶在这个左手的D部分呢，又做了一个 bass 过门哦， F 到 A minor， OK， 棒棒棒。那记得这个过门的时候，你这个过门呢，它的 timing 呢是必须在F 这个小节里面的，它不可以我 F 弹完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拍，哦，那就多出半拍出来了。所以很多人会犯了这个问题哈，你一定要在四拍里面。拍四拍一，再次一拍两拍三拍四拍一，所以它是在第四拍后半拍拍一。你可以这样子，第二小节我就用分散。那我可以第三节再来一次，一拍一下，西三拍四哒哒哒，又是分散。那你可以这样，甚至你可以练习一小节。一小节，一拍按一下，一小节分散，来训练自己对于各种技巧的反应能力。好，譬如说，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，你忽必永远不离不弃，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，放我在你的手心。可以这样去练习，然后练习你对于各式各样的技巧的反应能力。然后再来呢，就算我前面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练习，真的我们要来伴奏这首诗歌的时候，还是要去考虑到它的歌词里面所表达的那种安静的感觉哦，不是说我想要分散就要分散了哦，其实你还是要配合整个曲子的意境。那我可能到最后的第八小节的时候，将我从于你里捧起，放我在你的手心。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在你们听起来感觉很像是穿插音，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个分散的动作，我只是做了一个分散的动作而已哦。你们大家可以试试看哦，就是除了一拍按一下之外，然后在那个有空的地方，有空档的地方呢，好，那你做一个和弦的分散，然后这样子呢听起来就会很像穿插音，可以先做这样的尝试哦。好，如果你喜欢奶茶的分享呢，你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按个喜欢，然后也可以订阅奶茶的频道哦。我们今天教学就到这里，拜拜。